大家好，我是米可吉他创办人赵伯群。日本国际新爵艺术学院是一所以古典吉他为主的专门学校，在日本已经拥有65年的历史，吉他的乐趣也已经遍及到了全世界。今年首度来台与米可吉他合作，在台中成立日本国际新爵艺术学院台湾分校。古典吉他的重奏、合奏，甚至是吉他乐团的乐趣，都能够在这所学校体验到哦。更多的资讯，请收听好家庭联播网，我们空中见。